Hello， 我什么词来着？你不用那么紧张吗，白先生？那个，我是今天的伴郎，不是新郎，白向文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我跟温如雪女士的婚礼，谢谢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我一直到处奔波，我以为我的生命不需要跟任何一个地方有联系，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我停留，直到我遇到我身边的这个人，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遇见了彼此，时间有点长哈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加珍惜你，就是我的命中注定。魏娇不是感动吗？从此往后，我的幸福与你有关，亲爱的，我想让你相信，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你，你在我面前完全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自己，我愿意尊重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决定。我希望你能完全的信赖我。往后我们要在一起过日子了，我会支持你，保护你，不让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。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准备好哭了，希望太夸张了，雪儿都还没哭。不行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婚礼啊。我来上海15年了，除开读大学还有在别的行业扑腾的日子，我大概有8年的时间吧，是在给各种各样的人办婚礼。今天轮到我自己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没有期待过这一天，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愿意面对这一天。昨天晚上啊，我真是一晚上都在想，我今天在这儿到底要说点什么。焦虑的我呀，我差点趁着天黑我就逃跑了。我偷偷看到你了，你当时睡着了。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让别人失望，也更害怕让自己失望的人，所以我不确定我一定能做到的承诺，我讲不出来。好了，纸巾可以收起来了。我接下来的话，你可能不一定觉得煽情。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和日子里边，我还是想跟我的先生和在座的朋友说我最真心的话。戒指呢，领证那天我们俩就戴上了，所以这个程序就免了。白向文先生，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，我爱你的每一天都全心全意，我会尊重你，我会向你坦诚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跟你过接下来不管是幸福平庸还是倒霉的日子，我会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幸可以白头偕老，会心存感激。如果离别会提前到来，我也希望那是我们因为爱而做出来的选择。白先生，我不信命，但我信你。
现在宣布，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，我们一吻为定。我现在去找他。你要走？啊，对，我公司有事要处理。哦，那我……你自己安排好吗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多吃点。哎，坐下坐下，多吃点。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合作授权给我吧，我签了。嘉欣跟你说了？没有啊，但是你早上那么大声，不就是说给我听的吗？这儿。我可是为了嘉欣啊。明白，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。好好干。新婚快乐。来啦，可以呀，温如雪，这么着急公开，有人要你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个已婚妇女了。已婚妇女有什么不好吗？恭喜啊！不过我倒是要建议你，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已婚的身份，不要那么快曝光。毕竟你已婚的身份不符合你结婚的人设，对你事业的发展多少也会有些阻碍啊。我呢就是个暂时顶班的，这也不是我毕生的事业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呀。再说了，职业女性不能结婚，什么奇葩的封建迷信和观点歧视啊，对吧？成大制作人，说的倒是有道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哎，还有好几桌，咱们要敬酒呢。恭喜你啊，白主厨，娶了一个这么招人的老婆回家。哎，如果当时婚礼有那么一个有没有人反对的环节的话，我一定会去讲亲。真不好意思，就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，所以才把这个环节给取消掉的。太拼了你，多喝点啊。我的荣幸。来。